他们也不敢搞事啊，我家里又驻守中路，谁敢搞事？该不会是加达瑞斯中路这么狠吧？啊，我们这塞勒斯是怎样？啊，还被多爆了！啥也还是个垃圾盒哇！我们一个塞勒斯，一个射垃圾分，怎么赢？可是对面大局是把都蛮强的、欸，说不定如果塞勒斯打到后期，说不定好一点，说不定会蛮厉害的。只要我不要被这达瑞斯给毒爆的话，好像不用交这闪现，没有在浪的啦，没有在浪的啦，火力全开，4-1，这打 S 感觉不太会玩，菜鸡打 S， 一打二，瑞斯，瑞斯一打三。他说的什么意思？抱歉，有人断线嘞，达木还断线是件很惨的事情。那角色越后期越变态。哦，在我这边也是有个维恩，14-5了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！还好我们都很稳啊，也没干嘛。他们也不敢搞事啊！我家里又驻守中路，谁敢搞事？帮错人了，帮错人了，不该理他的吧？哦，这个萨拉曼看起来有点东西耶。我努力了，我努力了，兄弟们！哼，我不会轻易的交代在这里。我每把队友都想输，我都要站出来啊！被控死了。
上路真的是本色，本色，本色。唉，两个人扣大，扣大死。啊，没查到他。他们都没大。我扎斯打在干嘛？罗兰不想赢呐。哦。哇！被他撞死两个。可以可以，这是我脑海中的画面。对，那两个大局蛮强的，偷起来打。其实也不需要二杀死的，啊！不过刚才波是把对面的大给打光了，刚对面杀饭把大用光了，龙还久吧，不急去吧，再拖一下时间，他们八龙好像没推到东西。听到打了，听到剑魔发起这个信号，感觉哇确定这里没眼呢、欸，我一个车头过来，谁在拼啊？是谁？又要干嘛了？又要干嘛了？又要干嘛了？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？Who can tell me？别再跟着二萨斯走了，好不好？哇 ，OK OK， 他技能的很快，哇靠，风龙的达瑞斯，这什么鬼速度？哇，死票了，这两个人是真的不想赢。版本打在家里哦，救不了不想赢的人。举报了，举报了，妈，垃圾的。犯可惜了。S 八一四输了。嗯，二杀是很会洗伤害哦。啊，石头人打三环。